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18年12月4日，星期二，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同步收看节目直播。在我们的公众号参与互动话题讨论，您还有机会获得吉林省全民阅读活动图书以及吉视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吉视网以及吉视通 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今天我省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为-2到-9度，最低温为-22到-14度之间。长春晴，最高温为-6度，最低温为-15度，气温骤降，请大家出行要注意保暖。好，了解完天气，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主要内容。2019年度公务员国考笔试开考，实际参考92万人。1128重大爆燃事故调查情况公布，事故原因为氯乙烯气柜泄漏遇明火发生爆燃。贵州一公交车乘客与司机发生肢体冲突，险些酿成惨剧。宁波一小学生乘公交车12分钟内连续4次让座，得到广泛赞誉。为抢广场舞地盘，大妈竟将他人车胎放气，被民警批评教育。国际方面，巴黎骚乱后，法国政府考虑实施紧急状态，以防骚乱再次发生。体育方面，曾经的铿锵玫瑰前女足国脚张欧颖患癌症去世，年仅43岁。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来看新闻。在国家博物馆里，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人气爆棚。近日，本台记者直击现场，感受伟大变革中的时代印记，在历史的温度里触摸吉林脉搏，见证白山松水间的沧桑巨变。走进展馆，仿佛进入时光隧道。展览安排设计了伟大的变革、壮美篇章、关键抉择、历史巨变、大国气象和面向未来6个主题展区，其中展示的10多项吉林元素让人别样感动。在壮美篇章展区，两辆由中国一汽集团生产的红旗牌轿车 H5 和 EHS3 炫酷亮相，吸引了大家的目光。红旗 H5 是一汽集团自主开发的 B 级高级轿车，红旗 EHS3 是红旗品牌首款纯电动车。在大国气象展区，来自中车常客设计制造的复兴号 CR400BF 型动车组模型也精彩亮相。复兴号动车组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高速列车。2017年9月在京沪高速铁路实现时速350公里运营，成为世界上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速列车。那么我身旁呢，就是复兴号动车组的模拟驾驶台。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体验一下。通过模拟驾驶，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速度，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世界一流的制造能力。榜样的力量一直在引领时代的发展。历史巨变展区党建单元互动项目“榜样的力量”集中展现了100名优秀党员代表。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有来自吉林的5位优秀党员干部，包括郑德荣、黄大年、李万军、谭朱清、蒋朱英。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连线一下来自吉林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李万军老师。可以说我是非常的激动，也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感。那么在生产过程当中，我也切身感受到，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那么我也通过国家给我成立这个工作室这个平台，我也把我所掌握的高超技能传授给更多的工友。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中夺得金牌的我省选手武大靖的照片前，记者遇到了前来观看展览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10米气枪金牌获得者庞伟。作为一个体育人，感受到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在今后的比赛和体育工作当中，我们一定会牢记祖国的培养，为祖国贡献更大的力量，为祖国取得更多的荣誉。本次展览共有4名来自吉林省的讲解员。
在大厅诸多忙碌的身影中，记者见到了来自吉林省博物院的讲解员韩月。这一展区呢，有一个大口径高精度非球面光学反射镜，是吉林省研制出来的。对于呢，我作为一个吉林人，我是感到非常自豪和荣幸的。截至12月2日，现场观众人数累计突破80万人次。在历史巨变展区的“我爱我的家乡”互动项目中，前来参观的近1000名吉林人为自己的家乡点赞。今天的弘扬伟大民族精神系列报道，我们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位玩泥巴长大，却把自己的兴趣和国家需求结合起来，并做出贡献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邵明安。他生长在南方的鱼米之乡，却在西北黄土高原默默耕耘了36年。他常年与荒山野岭为伴，寻找生态修复的关键密码，让黄土高原的生态恢复取得重大进展。在黄土高原土壤清试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邵明安正在指导研究生进行一项前瞻性研究，分析土壤动物对土壤水循环的影响。这次实验的研究对象是常见的蚯蚓，土壤是生命的载体，邵明安所做的就是探寻土壤中水的秘密。土壤当中的水它怎么轮动的？它原来有个方程，那个方程呢，从来没有被人求解过，对吧？我把这个求解的。寻找黄土高原生态恢复的种种关键密码，这就是邵明安一生求解的内容。邵明安出生在湖南常德的农村，1982年，他毅然报考了位于西北的水保所土壤物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当时这个26岁的小伙就历经6天辗转1000多公里，用扁担挑着100多斤行李，只身来到位于陕西杨凌的中科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从小时候的玩泥巴，到用科学知识来研究土壤，扎根西北36年，邵明安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壤物理领域唯一的一名院士。他一边踩着黄土地，一边紧跟国际科学前沿的步伐，求解了多项生态修复的关键难题。以前我们灌水啊，就是70%的田间池水开始灌，既然80%到40%都是一样的，那就算是可以不灌，这样可以接很多水。上世纪80-90年代，邵明安曾经到英国和美国进行访问学习，并攻读了美国爱荷华州立科技大学博士学位，多次有机会留在国外，但邵明安却在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的第2天就带着行李回到祖国，回到了这片他从未真正离开的黄土高原。这些年，邵明安带着学生跑遍了黄土高原43万平方千米的核心区，测量了近3000个样点，取样几万份，通过一系列实验数据建立土壤水分植被承载力模型，为黄土高原植被建造提供了合理的科学依据。截至目前，陕西榆林沙区造林保存面积就达到1364万亩，森林覆盖率达43.5%，860万亩流沙全部得到固定和半固定。我们认为就是有一个铁骨铮铮的知识分子，把自己的这种个人爱好跟国家需求能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一点恐怕是值得现在年轻人学习的。在学生眼中，邵明安就像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他曾在病床上为学生讲授土壤物理学，也曾挂着心脏和血压动态监测仪为研究生做报告。去年4月，邵明安准备驾车去中国科学院大学上课，心脏病突然发作，几乎命悬一线。多年来，邵明安共培养了100多名研究生，因为他知道绿水青山不是一朝一夕可成，需要几代人不断接力。昨天呢是难忘的昨天，我父母都是农民，今天呢我根本想不到，你看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对吧，就在黄土高原就跟土壤打交道，最后还成为了院士的。辉煌的明天呢，就是我还是想要立足杨林，扎根黄土，报效祖国。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9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2号在全国900多个考点同时举行，共有92万人实际参加考试。本次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计划录用1.45万余人，计划招录人数较去年下降近一半，共有137.93万人通过资格审查，108万余人缴费确认参加笔试，92万人实际参加考试，参考率约为84.5%，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约为63:1。今年国考报名人数是连续11年达到100万以上。
从热门职位看，报名扎堆现象依然存在。有专家认为，吸引考生扎堆报考的一般是限制较少的职位。据国家公务员局公布的数据，截至报名结束时，广东某县气象局一业务管理科员一职竞争比达到4040:1。在浙江杭州，考生们普遍表示竞争压力很大。1600个人，招一个，就是在听一下课程，稍微再复习一下，就是找找感觉。因为今年国考那个不太有可以报的岗位，这个是我只能报两个岗位，就是其中一个。我看报的那边显示是4000多，算是数一数二的多吧。竞争的话就属于那种我是分母型的，想走这条路就考下去呗，反正考着考着总有一天会上去的。此次国考公共科目笔试成绩和最低合格分数线可于2019年1月中下旬在考录专题网站查询。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来看新闻追踪。11月28日凌晨，河北省张家口市发生爆燃事故，目前共造成23人死亡，22人受伤。2号下午，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通报了这起重大爆燃事故的调查情况。经初步调查，事故直接原因是中国化工集团公司所属的河北盛华化工有限公司氯乙烯气柜发生泄漏。泄漏的氯乙烯扩散到厂区外公路上，遇明火发生爆燃，导致停放公路两侧等候卸货车辆的司机等人员大量伤亡。调查中发现，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十分混乱。氯乙烯气柜附近省道上晚间停放大量的车辆，滞留大量的人员，存在着巨大隐患，没有采取任何防止氯乙烯泄漏后扩散到310省道上的措施，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混乱，工人在上班以后玩手机、脱岗等情况非常普遍，工艺管理形同虚设，操作记录流于形式，装置参数仅在交接班时记录几个数据，不保存记录，无法查询过去的操作情况，给事故的分析造成很大困难。此外，应急管理部还通报，河北盛华化工有限公司作为央企中国化工集团的下属企业，涉嫌隐瞒事故情节，误导事故调查，社会影响恶劣，再次暴露出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当地政府安全监管乏力等突出问题。近年来，我国危险化学品事故呈高发多发态势，今年进入11月以来，连续发生8起涉及危险化学品泄漏、爆炸、着火事故。下一步，国务院安委办将对全国75家氯乙烯企业气柜安全状况进行排查治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黑名单制度，大幅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完善执法结果公开制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要善抓善用典型，对重大隐患和典型违法行为公开曝光，发挥查处一个震慑一片的警示作用。来看一组新闻现场。不久前，上海的一名男子在驾车的过程中发现民警例行检查，因为涉嫌无证驾驶，害怕被处罚，该男子竟冲卡逃逸，造成两人受伤，4辆机动车不同程度受损。目前，这名男子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事发当晚，民警在上海松江区一处路口设卡临检时，示意一辆面包车停车接受检查。该车不仅没有配合，反而撞击车辆后加速逃离现场。停车！据统计，这辆面包车造成现场2名乘客受轻伤，包括警车在内的4辆机动车不同程度受损。随后，警方启动了应急防控机制，民警在一条小路发现了肇事车辆，并锁定了当时的驾驶员罗某。第二天，罗某在家人的劝说下到派出所投案自首。据罗某交代，自己上个月因酒驾被警方暂扣了驾驶证，属于无证驾驶，所以才惧怕警方检查，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犯罪嫌疑人罗某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依法刑事拘留，现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近段时间，有关公交车乘客和司机发生矛盾冲突的新闻时有报道，而就在前两天，
贵州毕节市区也出现了一起乘客与公交车司机发生肢体冲突的事件。事发当天下午6:40左右，在毕节的一辆公交车上，一名女乘客因与公交司机发生争执，竟然直接给了司机一记耳光。不甘示弱的公交司机回手还击女乘客一下后，猛打了一把方向盘，导致公交车失控冲向了路边。所幸的是路肩基石不高，刚好把公交车给卡住。而让人后怕的是，这里刚好是在一座桥上。如果当时不是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事发当地没带坚硬的这个护栏和人行道，有20-30厘米的这个台阶对车辆进行缓冲的话，可能车辆就直接冲到桥下，冲进河里面去，后果就不堪设想。通过车载监控可以看到，事发时车上还有数十名乘客。虽然公交车冲上路肩时发生剧烈颠簸，但好在没有人受伤。事发后，毕节公交公司随即对事故进行了调查。经过初步了解，双方发生争执的起因是司机监督两名女乘客投币，引发乘客的不满，双方就此发生了口角。很显然，无论是两名女乘客还是公交车驾驶员，双方在发生矛盾后都十分不理智，甚至还发生了抓扯。由于公交车驾驶员未能顾及其他乘客的安全，毕节公交公司已将该名司机解聘。而对于公交司机和女乘客的行为是否触犯刑法，目前公安机关正在调查当中，一旦核实清楚，警方将根据相关规定对两人进行处罚。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安全第一。无独有偶，几年前在青岛市的34路公交车上也上演了一幕车闹。这一幕发生在11月27号上午，青岛市即墨区的34路公交车上。驾驶员刘师傅告诉记者，当时车辆刚刚驶出公交车站，正常上路行驶。监控视频中的这名女乘客强行要求下车。女乘客突然起来说司机我要下车，就是说司机我非要下车，必须要下车，然后还带有威胁我的性质。然后我还跟他说，这个出站点是吧，公司规定是不允许上下车，为了安全起见。这个女乘客不听。从监控中可以看到，这名女乘客在到达当代妇产医院时一直在玩手机，导致坐过站。而在发现坐过站后，女子要求下车，遭到驾驶员的拒绝之后，便出现了开头那一幕。而在该女乘客与驾驶员发生争执时，车上的乘客一直在劝阻，但她并不听。快到终点站时候，女的还威胁我非得下车，然后我说快到站了，一会儿行了，然后女的指着我头戳我，威胁我说你给我等着，然后还用手呼我一巴掌。虽然呢不痛，但是呢这个行为吧，我觉得对驾驶员也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感觉。由于女乘客一直影响驾驶员安全，在到达终点站时，刘师傅报了警。但在乘客的劝说下，刘师傅打开了车门，女乘客也随即下了车。接到报警后，派出所迅速展开调查，并将该女乘客徐某抓获，对其依法行政拘留5天。同样是乘坐公交车，不知道下面这位孩子的举动会不会让刚才那几名乘客感到一丝羞愧呢？前几天在浙江宁波的一辆公交车上，一位4年级的小学生呢，在短短的12分钟内连续4次让座，他的行为被网友们广为传播。公交车的监控视频记录下了这个暖心男孩在车厢的全过程。11月28号17:18，他在人民闸站点坐上了繁忙的293路公交车。17:35，他在后排找到一个座位坐下来，之后就是4次让座。17:38，他第一次让座。17:44，第二次。17:50，第三次。17:51，他起身第4次让座。走到后面去，这个小朋友就主动站起来了，那我也没想到，那他就是走到我旁边，他说叔叔你坐我这里吧，这个小朋友可能是快到站了哦，我坐好以后呢，这个小朋友就一直站着。男孩名字叫黄维，拍下这个让座视频的魏先生说，当时是听到坐在自己前排的乘客都在夸赞这个小朋友，才发现此事并记录下来发在网上的。
他的目的也是希望小朋友的这种善举能传播开来。多好的孩子，值得学习。昨天呢，我们的节目报道了这样的一条新闻，为了躲避雾霾天的困扰呢，一群大妈到酒店大堂跳起了广场舞，干扰了酒店的经营，让人们感到气愤。那下面呢，同样是一条跟广场舞大妈有关的新闻。最近在重庆的一个小区广场呢，因为停放的车辆啊，妨碍到了自己跳舞，这广场舞大妈们呢，一怒之下，将四辆汽车轮胎里的气全都放掉了。8点多钟的时候，他们本来开始在这跳舞噻，大概8:40的时候，他们准备跳了，然后他们在旁边那个卫生室去借了点工具，结果这工具几个大妈都开始把那几个挨着起的几个车的气全部都放了。车主停车的那几个位置，是那个政府规划好了的停车位，本来就是可以停车的。不该你去做这个事情，听不听哈？对不对？那一个他们那一个另外那几个跳舞的说，啊，就是我们来。最近南京市民小张的家人呢陆续接到了催款电话，称小张有数万元的欠款没有还。这家里人呢再三追问之后，小张这才坦白了自己在各种平台借了12万元，那这些钱呢全部借给了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主播。然后我们接到电话了才知道这个事情，不然他也不跟我们讲。小张公司借贷了多少钱？9万块钱，三十万块钱。那现在还不起来？还有那个兄弟，今年3月份，小张在看网络直播时，喜欢上了平台上的一位女主播陈某。在陈某直播期间，多次给她刷礼物、打赏，花费了5000多元。随后，小张加了女主播的微信，两人聊得不错。到今年6月份时，女主播开始向小张借钱。小张不好意思拒绝，可是自己刚工作不久又没有积蓄，为了能帮助陈某，他一次次的贷款转账给陈某。眼看着借款期限到了，债主催得紧，小张让陈某还钱却遭到了拒绝。借了差不多12万5，然后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吧，然后我这个微信就发信息发不过去了。有没有见过面？没有。微信被拉黑，小张意识到被骗了，可是又不敢跟任何人说。直到家人接到债务公司电话，家人赶紧报了警。我们正在进一步的调查该女主播的真实身份，包括她的家庭住址。目前该女主播在她的直播平台已经停止工作，销声匿迹了。目前该女主播的行为已经涉及到网络诈骗，我们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日前，重庆渝北区公安分局破获了一起黄金首饰盗窃案，犯罪嫌疑人在凌晨作案，偷走了商家价值300多万元的金银首饰。警方接警之后，12个小时就将案件侦破。11月6号凌晨5点左右，重庆渝北区公安分局接到报警称，辖区内某商场的金银首饰专柜被盗，初步估计损失数百万元。接警后，民警通过调取商场和周边视频监控发现，11月6号凌晨2点多，犯罪嫌疑人从车库进入商场，来到金店所在的1层，并用工具将防盗金属网剪开后，钻进金店内实施盗窃。5个专柜，都玻璃都不在了，有些是放在旁边，有些是破碎的。根据监控画面以及多方调查，很快民警就锁定了居住在商场附近的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在唐某家中，民警缴获了作案工具以及价值300多万元的金银首饰。至此，仅用了12个小时，重庆渝北警方就成功破案追赃。11月28号，警方正式将追回的金银首饰全部返还给被盗商户。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刑事拘留。警方提醒，这起案件中嫌疑人正是看到了经营商户的一些安保漏洞，为此还进行了1个月的踩点，所以经营贵重物品的商户一定要将安全措施做到位。提醒那些广大商户，在那些贵重物品那种金银首饰，按照规定该入柜的要入保险柜，还有那些相应的那些饰品个人要完善，还有安防的那些保安一定要到位。
来看几个救援现场。几天前，在安徽灵璧县，一辆满载着煤渣的渣土车冲进了路边的深沟中，司机被煤渣深埋在了驾驶室内，随时都有窒息的危险，情况危急。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迅速抵达现场，一辆满载煤渣的渣土车翻入两米深的沟中，车厢内的煤渣将车头掩埋。为尽快将被埋司机救出，救援人员先对驾驶室进行破拆，并且清理煤渣，使驾驶室内空气可以流通。但由于驾驶室被挤压严重变形，一时无法将司机救出。随后救援人员调来挖掘机和吊车对司机进行救援，经过近一个小时救援，最终将受伤被困的司机救出。由于救援及时，司机仅腿部被挤压受伤，并无生命危险。随后他被送往医院进行检查治疗。经交警现场勘查，判断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司机疲劳驾驶。从现场看，他那个路上没有任何刹车痕，因为那事故发生很突然，没有任何明显的避让痕迹。目前事故其他相关事宜也在处理之中。交警部门提醒，夜间行车一定要谨防疲劳驾驶，防止类似事故发生。前不久，广东梅州的一名男子在骑摩托车的时候突然摔倒在地，昏迷不醒，一名路过的市民及时伸出了援手。快过来帮忙，快点，哎，慢路。车，你听到我说话吗？你要你让等到吗？当天下午，在梅州市一路口，一男子突然从摩托车上摔下，倒地后不省人事。正当大家都不知怎么办的时候，路过的一名男子主动上前，跪在地上，不停为昏迷的男子做心肺复苏。所谓听一轮的心肺复苏，就等于做人工呼吸，到人工呼吸才已经马上就出现了，那就没法做同意呼吸人工呼吸的伤势。男子被救醒后自行离开了现场，记者随后找到了当时救人的黄先生。原来他是梅州市一救援队的成员，当时和妻子两人正赶着去上班。最近，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及警民联手救助了一只国家一级濒危保护动物大宝。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草场上，一位牧民放羊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大鸟，随后向当地派出所报了警。当时那个状态反正不太那么理想，有点受伤了，飞不了走不了，抱回来我就那个喂一点玉米啊什么呀，它就不吃。经民警辨认，这只受伤的大鸟是国家一级濒危保护动物大宝。它受伤的地方是在左翅下方，从目前来看它的左翅膀已经折断，不具备飞行能力。经我们简单包扎以后，送往鄂尔多斯野生动物救助站进行救助。据了解，大宝是鹤形目宝科的大型第七鸟类，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国际鸟类保护委员会已将大宝列入世界濒危鸟类红皮书。据我们初步判断，它应该在飞行过程中撞到铁丝网或者电线，下一步等它能具备飞行能力的时候，我们将它放归大自然。下面这条新闻同样跟动物保护有关。每年的观鸥季，昆明海埂大坝的人鸥同乐是堪称一景。可是最近有人发现，观光的快艇经常从海鸥聚集的水域附近飞速驶过，那这会不会伤害到海鸥呢？上午十点，海埂大坝上已经十分热闹，海鸥扎堆啄食着游客投喂的食物。在大坝外的水域，观光快艇时不时就会驶过，但密度不太高。虽然速度快，但看上去都尽量选择了从海鸥少的水域行驶。机灵的小家伙们也会在快艇快接近时迅速飞开。此外，还有一些游船和打捞船在这片水域，但速度都比较慢。撞不到吧？应该这个东西很灵活的。有，会撞到海鸥呀。你有看到过吗？没有。为什么觉得会撞到？快艇非常快吧？可能会有一点影响吧。对快艇是否会伤害海鸥的担心，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对船舶营运企业进行了检查。我们提要求当中，我们要时速限制在十节之内啊，或者说八节之内啊。航管部门呢，只要逮住你，比如说有举报、现场图片、有这些什么视频资料，只要有这种事情的话，我们就对这个船员，包括对船进行处罚。高新说，目前滇池水域船只保持正常营运。
接下来他们还会加大检查力度，确保海鸥不受船只伤害。新闻早报，新闻贴心报，进入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看全国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呢，本周影响我国的冷空气频繁，并且势力较强。今天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给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带来大风降温。周三起，另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将接踵而至，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将明显下滑。气象监测显示，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西部出现4到8摄氏度的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北京、天津及东北地区西部还出现了5到7级阵风。中央气象台预计，这股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气温将下降6到8摄氏度，特别是内蒙古东部、东北大部降温幅度可达10到14摄氏度。南方大部气温也将有所下降，其中江南西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将达6摄氏度以上。此外，甘肃中西部、青海东北部、东北东部、黄淮北部、华北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江淮江南北部有中到大雨。我们来看省内的总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长春晴，最高温为-6度，最低温为-15度，气温骤降，提醒您要注意保暖，小心感冒。昨天早上，延吉市迎来了低温降雨天气，导致路面结冰严重，浑乌高速安图至珲春段出现黑冰路面，延吉分局对辖区路段实施入口封闭管制，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关闭至昨晚18点，受天气影响的进出港航班共计14个班次，其中部分航班取消。昨晚18点，延吉机场准时开放。由于路面结冰严重，延吉市内公交车在运营过程中发生多起交通事故，紧急采取暂时停运措施，到昨天晚上公交恢复正常。来看一条案件提示，前几天呢，河北省衡水市发生了一起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件，好在银行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并报警，民警立即到现场制止。当天下午，两位老人走进了银行，声称要改银行卡的密码。两位阿姨要改成一个统一的密码，阿姨说她是对方要求他们这样做的，然后我们觉得可疑。银行的工作人员在看了老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后，发现这是一起诈骗案的可能性非常大。你这是参加了什么活动啊？不是什么活动，这是过去的一个项目，这你也不知道。什么项目呀？您能跟我说说吗？银行方面安排人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后询问得知，两位老人加入了一个微信群，说是经过审查后，由财政部、民政部发放扶贫补贴，专要身体不好的、常年吃药的老年人不常用的空卡，然后国家会给这张空卡里面发放扶贫款。这个群里有多少人？40来万。40来万？嗯，这好几年了，俺跟着，在群里什么事儿也没有，人们太贫穷了，就说给大伙发个过年的钱儿。扶扶贫，让你把你们的身份证信息、银行卡、连密码一块儿邮到那个地方去，是吧？对。民警劝阻老人不要相信微信群里的信息，可刚说几句话，其中一位老人情绪突然激动起来，起身要回家。民警连忙拦下老人，再次耐心劝解：“你们当然是说能拿到扶贫款最好，但是像采取这种方式，让你们把你们所有的信息提供出来。”这非常不安全。通过近一个小时的劝说，两位老人终于相信这是一个骗局。对方的目的，一是对老年人实施以扶贫名义的诈骗，二是无偿获取老人的银行卡、密码、身份证等个人信息，贩卖给不法分子诈骗用。如今在朋友圈里做海外代购的人很多，甚至能够代购海外的药品，但是这些药品真的是可以卖的吗？前几天，江苏常州警方就抓获了一名专门在朋友圈代购所谓的日本安眠药的嫌疑人，但是他不知道的是，这竟然是一种新型的毒品。11月初，常州公安局兰陵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说，他的一个微信好友正在朋友圈代购一款日本的安眠药，并称效果特别好，有些可疑。民警立即展开侦查，然而这一查问题还真不小。
这种药俗称蓝精灵，是受国家管制的一种新型毒品，它与酒一起服用的话会有轻微的使人致幻的效果，也有一定的就是助眠的效果。通过调查，民警将在朋友圈贩卖这款药的女子王某抓获。然而此时王某还不知道自己卖的竟然是毒品。他先是因为长期失眠，所以就经人介绍自己先服用了这种药品，然后发现效果很好，他就开始在朋友圈进行代购。根据王某的线索，警方很快抓获了王某的上线供货商。目前王某及上线供货商都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新闻早报，新闻全知道。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与乌克兰因为科赤海峡摩擦所引发的风波。在11月25号事件发生后不久，俄罗斯就恢复了科赤海峡的航运，但日前乌克兰方面再次指责俄罗斯封锁科赤海峡，并对经由科赤海峡往来于亚速海乌克兰海港的船只进行限制。为此，俄乌双方继续各执一词。当地时间2号，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长弗拉基米尔·奥梅利安称，经科赤海峡驶往位于亚速海乌克兰港口马里乌波尔和别尔江斯克的船只受到俄罗斯方面的阻拦，从这些港口离开的船只也受到限制。弗拉基米尔·奥梅利安称，俄罗斯是在对科赤海峡进行封锁。不过，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此前在11月25号俄乌科赤海峡摩擦事件发生后不久，俄罗斯就已经恢复了科赤海峡的航运。俄罗斯方面指出，11月25号当天，先后有5艘乌克兰海军船只未经俄方许可试图穿越科赤海峡，俄方采取多种措施制止了乌方这一挑衅行为，最终扣留了其中3艘乌克兰海军船只，逮捕船上24人，其中2人是乌克兰安全局工作人员。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在乌克兰海军船只上找到的文件显示，该舰艇编队的任务是从敖德萨隐蔽抵达别尔江斯克。另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画出示意图，向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讲述了科赤海峡事件的经过。普京表示，是乌克兰官方为在大选前提升支持率而策划了此次挑衅事件。巴黎警方2号表示，此前巴黎发生了严重的骚乱，示威者与警方在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等地发生冲突，400多人在巴黎抗议活动当中被捕，骚乱导致约110人受伤，共有249场大火被扑灭。对此，法国政府或将考虑实施紧急状态，以防止法国多年来最严重的骚乱再次发生。据美联社报道，巴黎中心区1号遭遇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城市骚乱，示威者点燃汽车，打破窗户，洗劫商店，在巴黎地标性建筑凯旋门涂鸦。一些人走上街头，最初是抱怨油价上涨，后续演变为对生活成本增加、马克龙政府执政举措的不满。这一轮示威11月17号爆发，经由社交媒体传播，在法国多地蔓延。市区超过20个地铁站因为安全原因关闭，警方封锁所有通往凯旋门的道路，要求可能受骚乱影响的商铺提前关门。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记者会上谴责暴力，表示洗劫商铺、袭击安全部队、点燃财物等行径没有正当理由。他也将紧急召开会议，并商讨对策。他表示，这些人的身份会查明，并交付司法部门审理。相关发言人透露，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必要时将针对现状实施紧急状态。此次事件也会波及到巴黎的投资市场，这也许会对前来投资的外国商人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近日，澳大利亚东北部昆士兰州境内共发生100多起山火，给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由于连日的强风，山火持续蔓延，当地数千户居民被迫撤离。截至12月2日，昆士兰州仍有115处起火点没有被扑灭。当地气象部门表示，因为缺乏降水，高温干燥的天气可能还将持续数日，当地灭火工作面临极大难度。在昆士兰州中部，有关部门已经将火灾危险程度调到了最高级别灾难级，这也是该州有史以来遇到的规模最大的山火。
专家们普遍认为，导致山火肆虐的原因之一就是气候条件的恶化。那为了阻止气候持续恶化，当地时间二号，新一轮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波兰卡托维兹开幕。来自近200个国家的代表将在未来两周就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进行谈判。在此期间，将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4次缔约方会议、京都议定书第14次缔约方会议、巴黎协定首次缔约方大会第三阶段会议等多个相关活动。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波兰环境部副部长库尔蒂卡接替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玛担任本轮气候变化会议主席。库尔蒂卡说，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各方需要展现创造力和灵活性，合理利用时间，从而实现所追求的目标。根据巴黎协定，各方以自主贡献方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较工业化前水平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2018年是巴黎协定签署方完成实施细则谈判的最后期限，也是巴黎协定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契机。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埃斯皮萨诺表示，应对气候变化已经到了关键时刻，需要紧迫的、规模空前的集体行动。控制全球变暖的确迫在眉睫，而同样为了环保，今年的8月，韩国开始实行多领域的禁塑令，包括禁用一次性的塑料杯、塑料吸管等。为了取代塑料吸管呢，有韩国企业研制出了一款可以直接吃掉的大米吸管。大米吸管能够在热饮中浸泡2到3个小时，在冷饮中坚持的时间更长。大米吸管的生产工艺并不复杂，企业已经通过自动化、规模化生产，把单根的批发价降到了15韩元，约合人民币9分钱。目前单月的产量已增至3亿根左右，计划为韩国的上百家咖啡馆和部分高档酒店供货。70%의쌀가루와30%는버블티를만드는주성분인타피오카로만들어져있습니다점성도좀단단하게도만들수있는형태도있었고요그다음에표면이더매끄럽게만들수있는형태를저는계속쓸것같아요특별하게뭐불편한점도없고일반적인빨대랑사용감할때도비슷하고그리고무엇보다이제환경문제도해결되고韩国环境部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一年就要消费掉大约100亿根吸管和257亿只一次性杯子，其中的塑料要想分解掉，需要长达500年的时间。记者注意到，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觉醒，在韩国有部分企业则利用水溶性涂层技术，开发出可以100%分解再利用的一次性纸杯，这也给韩国的造纸业带来了新的转机。제지사를비롯해서식품용기만드는회사에서도저쪽에굉장히기술제휴나그리고또이제품개발제휴를많이오고있고아마내년매출은그거야5배정도늘어날것같고不知道大米吸管的味道会怎么样。日前，意大利都灵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套计算机算法，以计算哪部电影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计算结果是1939年的《绿野仙踪》。这套算法的评估对象为互联网电影数据库收集的4.7万多部电影，判断电影影响力的标准不是票房，也不是电影获得多少正面评价，而是一部电影在其他电影中被提及的次数，以及衍生出的艺术作品数量。计算机算出的最有影响力的10部电影中，排名第一的是1939年出品的《绿野仙踪》。《绿野仙踪》衍生出多部作品，包括动画片《猫和老鼠》《绿野仙踪》和1978年的音乐剧《新绿野仙踪》。它在其他影视作品中被提及将近3000次，例如《绿野仙踪》的经典台词：“我感觉我们再也不在堪萨斯了。”后来出现在《阿凡达》《欲望都市2》等多部影视剧中。研究人员认为，电影的影响力应该体现在它对其他艺术创作的影响，有多少其他艺术创作纪念它或者试图重现它的卓越表现。两年前，奥地利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成功地降生了一对大熊猫龙凤胎，取名为福伴福凤。当地时间2号的两个小家伙要开始返乡了。很多奥地利熊猫粉丝闻讯，在前一天专程来到动物园雪中送别熊猫宝宝。据了解，
福伴福凤2016年8月出生于美泉宫动物园，在各方精心呵护下茁壮成长，现已具备独立生活能力。两年多来，两个小家伙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奥地利人的心，经常占据媒体显著位置。经过几周的训练，福伴福凤已经适应了旅途中暂时的家箱子。为了保障这对熊猫运输期间的安全，包括兽医在内的保障团队将与他们一同乘机前往中国。福伴福凤目前状况良好，他们将先飞往德国法兰克福休息一夜后再飞往四川成都。体育方面，二号足坛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此前被报道身患肺癌的前女足国脚张欧颖，曾经的铿锵玫瑰、中国女足99黄金一代、世界杯亚军主力成员，最终未能战胜病魔，因病去世，年仅43岁。张欧颖1975年出生，河北张家口人，1993年开始入选中国女子国家队。她曾随国家队获得过1999年世界杯亚军，并夺得过1998年亚运会冠军、1999年亚洲杯冠军。球员时期以速度见长的张欧颖是中国女足边路不可缺少的攻击手，主踢右边前卫的她也能客串前锋位置，多次为中国队立下战功，被誉为边路快马。退役后，她一直关注足球发展，参与了很多青少年足球培训活动。今年5月，张欧颖被确诊为肺癌，她一直在与病魔进行斗争。在她患病之后，老女足队员纷纷为她筹款，不幸的是，这位曾经绽放的铿锵玫瑰未能战胜病魔，英年早逝。日前，首届无人机夜间竞速赛在印度举行，比赛共吸引了30余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职业无人机高手参赛，选手们将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角逐50万卢比的冠军奖金。本次比赛是在晚间进行，选手需要操作高速飞行的无人机飞越设在场地内的边缘、亮起霓虹灯的各种障碍。据一名来自尼泊尔的参赛选手介绍，本次参赛的无人机均为选手特别定制机型，选手们通过无人机自带摄像头传回的视频画面进行操作。赛事组织者卡兰卡姆达认为，随着印度新版无人机法于12月1号开始实施，该国国内无人机市场将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首届印度无人机夜间竞速赛于11月29号到30号举行。文化吉林，追梦中国，吉林文投集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让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晴，0-6到-15摄氏度。白城多云，0-8到-18度。松原晴，0-9到-20度。四平晴，0-5到-16度。辽源多云，0-5到-19度。吉林晴，0-6到-15度。通化晴，0-2到-16度。白山晴，0-4到-20度。延吉晴，0-3到-14度。长白山多云，0-8到-22度。长春晴，0-6到-15度。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只要提问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吉林省全民阅读活动精美图书等奖品，以及吉氏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眼下长白山即将进入冰封期，此时的天池水流动缓慢，宛若凝脂，在16座雪峰的环抱中显得静谧而安逸，别有一番壮美。节目最后一曲欣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